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好吗？好，我昨天有来过家乐福了，今天为什么又来家乐福？有冰淇淋那边。这是什么樱桃？有冰淇淋在哪里？他买一个那个灯泡。跟姐姐一样的啊，在这里耶。我要看完什么颜色？我自己看完什么颜色？为什么是小双的？我是买大双的。小双的就好了。要扯大双的。看我的脚这么小。你已经跟姐姐快一样大了。我的脚不够。这里。红色的在这里。我想要小的。那我不要买了哦，一下就长大了，你现在都可以溜姐姐的了，你还要溜小双的？这也是小双，是我的。不要，你看大的就小到车，我帮你，我跟你说你要几个车，大的大的就几个。我想带你回去了哦。不一样啊，我就是这样子的，我可以啊。会发亮吗？那不太一样。会发亮吧？不会啊。哟，发亮了。啊，它怎么没有护具？一点点发亮。好吧，你看，有一点点。这个是。北楼最大的，好，穿穿看。那个为什么跟姐姐的不太一样？不知道。打开。
等一下，爸爸，这个里面有东西。有东西哦，啊！我刚才踩到，好痛哦。鞋带，好了，就买这个就好了，不用穿了。好、哦。那我的拖鞋在这里。然后我这个鞋子可以放在这个袋子里面，对不对？去公园的时候啊，然后。穿这个。爸爸，为什么别人可以骑在这里骑单车？哦，这个也太大了吧！这个盒子也好小。这带双了哦。不一样的。又带双了哦。管它。对啊，就这个啊。嗯。换了什么？我跟姐姐不一样的。这个溜冰鞋要。现在要别的颜色。哦，这里跟姐姐一样。还是这个？这个才是吧，跟姐姐一样的。啊，可是这小双的啊，没有大双的。大双的没有。是小双的啊。还是的啊。我还是大双的。好像蓝，这个是小的，是小的。我的脚这么大，然后这个太小，穿不下。那给你自己背。直排轮，你的。好轻啊。走的。好轻啊。那一双多少？1599。1599。那你要护具吗？啊、要护具吗？干嘛？不要护。那个啊，你没有在用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我都没有在用那个，这个好了。然后这个不是可以用？拿你们的杯子去用就好了。好啊。然后等下踢倒嘞。没关系，好了，去买灯泡。电动脚踏车，电动自行车的，16000。嗯，这个我们家也有，是不一样的。怎么卖？看看面具。很好玩，爸爸这个很好玩呢。嗯。给你看这个很好玩。灯泡，昨天灯泡在哪里拿的？好像这边拿的。灯泡这边拿的，对。电池都快要没了。550。那电池快要没了吧？什么电池？电池。要买电池吗？因为我不是要买玩具的时候要装吗？对不对？嗯。啊，快点买！电池都快要没有了，剩一颗而已，剩两颗。电池快没了吗？这个也太大了吧？是大颗的还是小颗的？小颗的，不要再买大颗。小颗的在哪里？这么小颗，这么少。116。119。大颗的还有吗？啊？给人家过。好大只啊！买两个。嗯。小狗哎，爸比。小狗娃娃面具，看看找一下玩具的。
可怕啊，过去。多呀，我这个过尾，这个指数比较多。这七九九，看清楚。七零。我买去哪哟？行啦。很大的，还要吃奶嘴。大队都没在吃的。面具。哦，谁用的？得捡起来放。对，好了 ，Let's go， Let's go。那么大了还在吃奶嘴啊？再看看他吃奶嘴。他又不是小 baby。这么大了。这么大。啊，他在睡觉。会很重。好了，跟大家说拜拜，然后我们去结账。拜。好，去。今天大家过得好吗？妈妈。哎呀。练习刷电动牙刷。不要乱用。你的手有水了。啊，不是，姐姐说这个。换你了。来，先漱口啊！先漱口，你要干嘛？没有。杯子漱口。姐姐，你也要弄啊？等一下，我先用手弄。快点啊！你快点，你先。我没有牙刷。一个一个练习。那不是我的。好了，不要再哭了。等一下，小心牙膏甩出来啊！要在这个里面，要在牙在这里就好了，这样放在嘴巴里面开始。姐姐这样吧，快点的，我先在这里。按啊，现在就可以按了。放嘴巴，你的牙膏就在甩了。你这个蛀牙的可以哦，你这蛀牙刷，对，放。慢慢的，很舒服的。不是像刷牙一样，就摆着摆着动就好了。刷牙齿，牙齿刷干净。对，放着就好了，它会帮你刷一直转。啊，爸爸这个。干嘛用手？不用像刷牙这样刷，就
放着就好，要帮你刷刷牙。好臭！牙刷的味道。你看乌龟，给大家看乌龟，越来越大只。对，要看有没有刷干净。特别买这个电动牙刷给你刷，预防你蛀牙。每一颗牙齿前后都要让它刷。1000块。很贵啊。嗯，好了，这个有重量。有特价。这个有重量。哎，你还在？然后对，这个不可以碰到水，冲那个。清清的水，小姐。你先漱你的口吧。先洗，对啊，都先洗牙刷，然后再漱口啊，我都这样。先漱口，再洗牙刷吧。我碰到了。那么大力搞。你这样子。给我点滴用。好嘞。有冲干净吗？我需要了，弟弟应该不够，这个要水一下。有刷干净吗？嗯，快点。放这里。啊，这个干嘛？弟弟要刷。弟弟要用，换弟弟用。我这个我要放在这里。OK。我觉得好舒服。弟弟这个很好，很舒服呢，要不要？舒服呢？不要动，要打。不要。我觉得这个乌龟这么大只。哦，我在照顾。哎，为什么这个有石头？给它爬的啊。过来这边。它总不能一天泡，一天到晚泡在水里面吧？嗯，冰水的。如果我要这么背，宝贝。哎，你干嘛擦你的大便？它也要用，它不能用牙膏哦。它会吞牙。一。舒服吗？嗯。大一点啊，大一点！我喜欢我的洗牙膏。啊，谁看得到你的牙齿？你吃糖果嘴巴不是都很大吗？一，电动牙刷它不会用吧？你要在旁边帮它用。哎，都是它的口水。好了，来。啊，这个要洗。好，等一下，先放着一下。哎，我的牙刷。啊，你要干嘛啦？我也要刷牙哎。姐姐也要，姐姐也要刷。换姐姐刷。换姐姐刷。还有洗了吗？洗了。我不刷牙。嗯，刷牙吗？舒服吧，牙齿摆了。电动牙刷买两只，本来要买三只的，三只是太多，买两只就好了。我专用一只，你们三个轮流用。我你以为我是还没挤牙膏哎？插着在挤啊。我也是插着在挤呢，很舒服呢。我要带去。我还要用。不用啊。我还要用。这牙膏只能挤一点点而已。姐姐，我们一直练习。你要放在嘴巴再按开关，它才会。啊。牙膏才不会喷出来。像我一样这样子，然后呢？舒服吗？对，它自动帮你洗，你不用像刷牙这样。也不用这样。不用一直对，一直嘟，你就一颗一颗。你就这样，一颗一颗放着，让它自己刷。你就这样，你就这样。一颗一颗放着，让它自己刷。这样子刷。对对对，自己刷，它自己帮你刷干净。你看。就上下前后。你看呀。会痒是不是？敏感的。换你的，你也要弄啊。对，他帮你刷。我觉得这个电动牙刷很简短。我觉得这个牙刷很。所以你就不会再蛀牙了吧？你知道。我要先挤牙膏。你大哥不要玩水哦。爸爸在这里，爸爸在这里，不要玩水。我口水。
给我了。有口水啊，你的衣服。给我。都放到嘴巴再按，把牙膏用进去，牙膏刷。在干嘛啦？牙少脏了。舒服吗？舌苔也要刷。流口水了，你说。哎，那一只放着，那一只不能用到水。流口水。漱口。喜不喜欢电动牙刷？喜欢哦。欧乐 B 的，哦，要找你业配吗？六个，水。好了，现在再说拜拜了。拜拜。拜拜。